当年表宫女靠着一罐神秘蓝霜一夜生才人，得势之姿傲娇宫廷，反而害得杨贵妃年久失宠，自暴自弃。皇上今晚临幸杨贵妃。为了答谢娘娘，我就再帮你一次。这时候就要用妮维雅小蓝罐，让你一罐赢富贵。童颜嫩肤树，这罐妮维雅的小蓝罐还洋人叫做 All in One， 您需要从头到脚大升级才行。敷上全脸，十分钟后等待质地吸收进肌肤之后，再用湿纸巾擦拭干净，保证重现娘娘巅峰颜值和肤质。皇上不心动也难呐、啊！心满意足勾魂术，用妮维雅小蓝罐将咖啡加或杏核颗粒混合。敷上双腿，享受有如高档 SPA 的去角质术，一击必胜，皇上必定每天死心塌地的宠幸您哦。皇上，我来啦！皇上翻牌表才人。